留言区有很多朋友们呢，想让我聊一聊静脉曲张。刚好呢，前阵子我也有一位阿姨要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，说她小腿上出了很多像蚯蚓啊，或者说青筋暴起一样的东西，穿那个袜子很难看，问我是怎么回事啊。事实上呢，这个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些表现了。那静脉曲张呢，顾名思义啊，也就是说静脉出现了膨大，接近30%的女性呢，中老年以后呢，会发生这个疾病。它呢跟一个人的这个职业有关系哦，因为无论是久坐还是久站，都有可能导致静脉曲张。所以呢，比较好发的人群，譬如像老师啊，经常站在那里的交通警察呀、柜员啊，如果经常做憋气动作的，譬如说一些搬运工啊，还有长期坐在那里的、喜欢翘二郎腿的一些办公族，也容易得这个疾病。那为什么好端端的静脉会出现曲张呢？其原因呢，就是这个静脉的血流回流出现了一些障碍。就是我们呢，人呢有一个心脏，然后呢，心脏会把动脉的血呢喷出去，这些动脉血里面呢是携带有氧气的。供给我们全身各个器官的活动，供应完之后，这些血就会回收回来。回收的方式是通过静脉回来的，像我们手臂上可以看到的这些有颜色的这些脉管的，这些一般来说都是静脉。然后呢，这些从静脉回流的血呢，又重新回到心脏，另一个心室呢，把它推送到肺部，又重新给它灌注上氧气，然后再回到心脏，然后又以动脉血的方式出去。但是呢，你怎么保证血流只向一个方向前进呢？我们都知道水往低处流。那我们的血液为什么回来，它会从低的地方到高的地方来呢？其中呢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身体的血管啊，是有很多小窍门的，它上面呢长着一些瓣膜，这个瓣膜呢是单向瓣膜。为了举这个例子，我特地到路边去买了一瓶饮料，就是这个尖叫这个饮料。尖叫这个饮料，它上面啊有一个这样子像喷嘴一样啊，摁出去，它水只能从一个方向喷出去。那我们身体的血管就静脉瓣，基本上跟这个是比较类似的，是一个单向瓣，所以呢，脚上的血呢也只能从下往上。然而呢，我们人有的时候会因为腿部承受的压力过大，使得这些瓣膜呢出现了一些损坏，这些静脉里面的血液就会出现一部分的逆流，就开始从上往下流了。本来应该是一条条小溪汇聚起来，然后流向大海，但是现在呢，变成了大海的水，慢慢的向下灌。使得一些深静脉里的血呢反流回一些表浅的小静脉，在那里越堆越多，膝盖这个小腿前面这个部位呢总体来说是比较低的位置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形成了像小蚯蚓一样的凸起。然后大多数人呢对这种静脉曲张一开始觉得也没什么关系，顶多就是穿丝袜的时候比较难看，或者说穿紧身裤的时候比较难看，那我就穿宽松的裤子就好了，也不就医去处理。这个病情呢会逐步逐步的发展，一开始呢这些皮肤上面会渐渐形成一些血丝血纹，然后随着病情的进展，这个小腿这里的皮肤啊颜色会越来越深，小腿会出现麻胀，因为这个地方局部的血液循环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呢皮肤就容易溃破，而且破了之后呢就难以愈合，最终呢会烂成一片。有严重的患者呢甚至要发展到要截肢的地步。如果出现了一些静脉曲张的一些征象，我们该怎样的去减缓？首先呢，你就要多促进身体肌肉的收缩，譬如说如果你是个久坐的上班族，那你坐了1到2个小时要站起来，伸个懒腰，来回的走动走动，让自己身体的肌肉，尤其像小腿的肌肉能够收缩一下。那如果是长时间站立的人呢譬如像老师这些，在站的时候呢可以时不时的变化一个姿势。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，不要在那里一直翘着二郎腿，这样呢会增加腿部的压力，有的人呢一翘就翘2到3个小时，小腿的静脉损伤是非常严重的。此外呢，这个静脉曲张啊比较容易发生在女性身上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和女性爱穿束腰裤有关，使得这个血管的压力也增高了，所以呢不要穿腹部这么紧的一些裤子。如果有条件的话呢，可以到正规的医疗保健店呢去购买一些弹力袜。弹力袜呢就是可以帮助你小腿血液回流的一种袜子，虽然穿着不太舒服呢，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条件譬如说是一个警察，必须长时间站岗站在那里的话，那只能采用这些方法。此外呢，控制三高也就是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跟这个静脉曲张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。如果有以上的三高，如果出现了静脉曲张，它的恶化程度就会加快。最后呢要注意避免烟酒，也包括二手烟，这些都会加快这个静脉曲张的恶化程度。如果呢疾病进一步恶化下去该怎么办呢？那就不可避免的就走向了手术阶段。那目前主要的手术方法呢，一个是硬化剂的注射，就是把这些脉管都给封闭掉，往里面打一些破坏血管把它给堵死的一些方法，或者呢做一些静脉的结扎术，就是把它给剥离掉但是呢痛苦性都是比较高的
啊，近些年来呢用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一种介入手术，就是进入一根导丝，然后穿到这些脉管里面，然后用这个激光呢把它给灼烧掉，相对来说呢痛苦可能会少一些。好的，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，这个静脉曲张说白了呢就是因为腿部压力过高，所以导致了腿部静脉一些破坏，它的静脉瓣破坏了，所以呢这个血啊本来应该从小溪流向大海的，变成从大海回灌到小溪里面嘛，容易发生在那些久站久坐的人群中。久坐的人呢要经常站起来动一动，久站的人呢要经常坐下来休息，或者说变化一些姿势，或者定时的穿弹力袜等等等等。好的，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对各位朋友们有帮助，如果有什么疑惑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，我呢会尽力的去回答大家。我们下期见。